是的，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要邀请我们的下面一个表演团体。真的吗？所以第一场，我好好奇开场表演是谁哦。哦，开场表演厉害。真的吗 ？Very 的高追啊。高追。嘿、hey,，Very 高追。高追。嘿、hey, ，你有看过蓬蓬裙吗？有啊，我有看过。我看蓬蓬裙嘛，啊，我看过做者蓬蓬裙这会吧。那可能是结婚的时候才有。嘿，蛋姐，蛋姐下面结婚了哦，姐姐我免费花。你吧，我觉得你今天非常适合结婚。哦、来，那个女朋友上来。哎，女朋友在下面、啊。先不要这样，先不要这样。好，我们冷静点，冷静点。现场结婚，现场免费帮你花筒。Oh my god！ 真的，姐可以帮你配好一些。先不要。有看到各位有看到我们 stand by 那个蓬蓬裙吗？是。跟小西装，我们即将的开场表演们，非常的可爱呢，非常的可爱，真的不要错过了。OK， 那是我们的这个 One 哦、oh, 你看 one, 这个是 One 对不对 ？One OK， 这个婉柔老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想把你的名字讲成 One， 我对不起，他想要你改名 ，One 是什么？愿，更超过了。I'm sorry， 可以下台了，谢谢各位。好了，我们的开场表演就是我们的婉柔老师跟陈心妍老师的宝宝陈爸爸，各位掌声鼓励吧。Yo Cindy Baby。尖叫声先给我吧！老师，你也蛮可爱的。五岁，你几岁？六岁，好，我再问下去的话，加起来可能还比我的年纪还要小。哎、欸，你几岁？哎、欸，你几岁、那个可能需要点时间。两岁，好，有态度就是不想讲话，很棒，小时候就有个性。非常的有个性。你知道吗？我刚刚看了他们表演，就瞬间讲话变这样，好可爱哟、喔，怎么那么可爱？怎么了，陈俊老师？怎么了？哈？怎样？你这样，他们可爱，我不能装可爱啊。他们是天生可爱是没错，然后我长大了，我不能装一下，还是我是装笑伟？喂，没有啦，哎，真的，这么宝宝班，其实我们不受年龄，真的，我们不受年龄，所以现场你们家长们有小朋友过动，
也不是过动，欸、过动，想跳舞，想要懂吃打吃，懂吃打吃的，拜托带来 BBS 好不好？给我们的晨曦老师跟我们的婉柔老师，他们会教你跳爱你，真的会爱你哦。你可能小朋友回去学了，然后你会觉得，哦，我好爱我们家宝宝哦，怎么可爱？是会是这样子的吗？会非常喜爱这样子。会，要不然你跟女朋友先生一个。没有办法。你们先生。哦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这是这个会。别先不要聊这个话题嘛，我们先聊点别的，行不行？啊，那陈先老师，你们有什么活动要宣传的吗？没有。那你有觉得带小朋友有什么感想？好累哦。那我问一下这边婉柔老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对啊，怎么样？哦，瞬间尴尬。OK， 一个话一个字就带过来。Oh my goodness！ Oh my god！ 太可爱了。可爱的oh my god， 好，真的真的好不好？各位现场的那个家长们，有想要带宝宝们来跳跳舞啊，来懂事打字的，麻烦来右 BBS 舞蹈工作室。我们现在还有月票的活动，是的，对，真的不要错过。如果想要买月票或者想要询问课程，也是找我们的柜台的小姐姐。我知道服务台很暗，没有这么 spotlight， 没有那么亮 ，OK。但是那个柜台小姐姐的美丽，绝对让你亮到不行，好不好？去找她，去找她，快点询问她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再谢谢我们的婉柔老师跟我们陈曦老师的宝宝们，谢谢，掌声鼓励。小心走，你们小心走。